们到河口湖了，天气很好，富士山超清楚的。这边没有云，拿来看一下有多清楚。来看过来，哇，完全没有云。你有没有看到富士山？你有看到那个山上面有白白的？好大、哦。你眼睛张不开吗？这是我们第一次，哇，外面好漂亮。我们这次来富士山两天，所以我们会在这边住一个晚上，然后所以我们有租车。日本是右驾习惯吗？有一点不习惯。怎么说？那个距离也会，不过我觉得他们的路很窄，所以你会开起来有点怕怕的。会不会有时候会忘记，会想要靠右？会有一点。真的，所以要，而且那个雨刷跟方向灯要一直提醒自己要不要打错。哦，我们现在在富士山浅间神社。嗯，对对，会这里也会有猴子。所以嘞，吃东西要怎么样？快点吃完。对，我们刚刚爬了很多楼梯耶。对，超级累的。虽然我们开车上来，所以没有走很多的楼梯，但是也已经够累了。然后天气非常的热，我觉得穿短袖都可以。你觉得嘞？发热衣最好了。太阳太大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富士山。那我就要求了。好，就是它。哦，里面好可爱哦，是小贴纸哎，大吉，赞啦！你想要哪一个颜色？你看颜色好了，你喜欢哪个颜色的？我想要蓝莓。蓝莓是不是？嗯。好。嗨。耶。很冰吗？哎，不会很冰呢。真的、啊？我们出去外面吃。走。嗯。很纯呢。好吃啊、哦！每一个地方我都有甜过。看起来普通，但很有嚼劲。觉得哎，这是这一趟日本行我吃最好吃的东西。这里面是鲜乳酪，然后这里面是甜乳酪，然后外面非常的硬，那里面非常的松软。两个几乎都最好吃，而且越咬越香，超好吃的。我们今天住的是 House Day 好事，是好事吗？它好像是台湾人开的，然后前面有很多的西瓜。很不错哎，这么大，哇，有富士山，天哪，哇，超漂亮的。这是我们民宿的顶楼。下面有西瓜哎。下面有西瓜，对。我想去下面，我想吃西瓜。啥？我们要来吃晚餐啦！这一间好像很厉害，哇，居然是一个这样子斜坡的感觉，太棒了吧！哇，哇，还有螃蟹，有一些菇，还有大白菜，然后这好像是期间限定的口味才有那个螃蟹，然后面条是这种 QQ 的粗面条，粗的面条容易吃一吃就觉得很饱。然后它一锅其实分量蛮大的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青菜多一点，面少一点。
但我觉得基本上味道很家常，所以吃起来会觉得，特别是像富士山这种比较冷的地方，吃起来会觉得不错。我觉得这饭加在汤里蛮好吃的。是哦，等下吃看。对啊，因为它这个肉我加汤一起喝。等下吃看。好。放卫生巾，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卫生巾。哦、oh, ，Hello。好。这边。他布置好了。来哦，泡面初体验哦，吃吃看。怎么样？幸福哦你。你还不开动？好，我还没吃铜锣烧。好，我要先吃泡面。再吃草莓，很期待。再喝咖啡，然后呢？然后再吃铜锣烧，铜锣烧最后。你可以，你要先吃饭，因为那个是我特地给你。好了好了，啊，这个好喝吗？妈妈都没。对啊，这好喝吗？好喝。是哦，它是优酪乳的味道吗？不是，啊不然嘞？这是优格的味道。哦，你以为是优酪乳？那不是一样，奇怪。你吃几个 strawberry 了？两个而已，我看到就这个第三个对不对？两个而已，我想想看哦。只好看照片为证，我们家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你如果不记得，第三个。好，他说第三个，他说第三个。是哈，因为你有咬。我今天睡一睡就觉得自己睡饱了，想说要起来拍富士山，然后呢我就冲到窗户旁边，一打开全黑的，然后我就回到床上看手机，才两点多。后来就等到六点多有一点阳光的时候，我打开窗户好亮，然后我原本在那个房间拍，然后拍一拍觉得算了，还是去顶好了，那我就穿睡裤穿外套冲上去，然后好冷，我就边跑步拍照，然后泡一杯咖啡转，然后想说要是你们一起上就好了，因为都没人。太早了。妈妈，你不能一直想这个就不睡觉。我们要退房了，然后我很满意这个富士山的房间，因为它就是够宽敞，还有两张双人床，然后还有一个榻榻米区，然后重点是它的窗户呢。打开来就是直接可以看到富士山。对，但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它的顶楼，它顶楼可以一览无遗整个富士山，所以很舒服，所以我自己蛮满意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啊，不错哈。诶，小朋友还在看报纸啊？你在看什么？广告单啊？认真哦。呱呱呱呱呱，都是呱吗？我们刚搭了一个比较大的船，然后因为看到那个小鹅的船很可爱，现在要搭小鹅的船。目前的海况如何？立刻往右转，跟着那边小鸭走。好。哎呦！啊！啊！你快点，丢远一点，丢远，丢远一点，你给我，丢远。你等我们一下，这边，市集耶，我们来逛逛这个市集好不好？我们来寻宝。
到底有谁？他去二楼。看。好、哦，超可爱。我把它打开。好。嗯，我要赏一种红色，你给我看红色。这个，啊，那个你要这个是不是？嗯。好。哦，这不行，对不对？ありがとう。今さ、うちの私のところにはい、どうぞ。可愛いしな。ありがとう。他要送你来。どうも。ありがとう。ごめんね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可愛くね。またね。我们要离开河口湖了。刚离开前去买了富士山造型的吐司，超幸运的，因为这两天天气都非常好。然后刚刚也去楼神拍了照，最知名的景点。现在要先把芹菜放进去熬这个汤头，让它变得甜甜的。先清蒸啊！哇，熟嘞，我想吃。好，满满的蛋液，帮我放那边。这超好吃的。对，那个最好吃的。是啊、哦。真的假的？我喜欢这种肉。喜欢啊，很软。我喜欢卤肉。软。是卤肉吗？是啊。是啊，这是寿喜烧。可以让这个自己在这边。它的肉超软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嗯。甜甜的，很嫩，连的都说好，世界上最好吃的肉。看那个吉祥物长得超可爱。